哋請四位美女上台，同我哋咧公布下播映嘅賽程啦。有請陳嘉媛、梁樂怡、邝子凡同埋卢仲恩，歡迎曬四位。咁啊，同阿梁樂怡傾下先啦嚇。今日見到前國家代表在場，有咩感受啊？好興奮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真係最中意打排球，咁我十四五歲嘅時候都係香港嘅女排少年隊嚟嘅，都有代表過北京去打波嘅，係啦。咁今次即係由細到大都係睇孫悦打波啦，咁而家見到個真人喺度咧，係好興奮啦，見到偶像，所以一間好想同佢有機會傾多啲偈。問 Rose 傾下偈先啦，咁啊打詠春你係叻啦嚇。優勢先，可能是啲馬步穩啲咯，但係就反而如果要跳咧，就真係要練下，所以我都係做觀眾好啲，同埋我都係支持中國隊，所以希望到時候可以去現場睇。現場睇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，咁啊，如果真係買唔到飛入場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支持呢？其實我有辦法啦，即係只要咧大家黐住呢個香港開電視嘅濕濕濕台，咁你就可以睇到呢一個賽事啦。如果大家想一大班睇直播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去到啲商場嗰度咧睇直播嘅喎。再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記住咧，就係黐實有線電視同埋免費電視77台香港開電視，睇住咧就係我哋直播 FIB 世界女排聯賽嘅賽事，6月4至6月6號，大家記住啦嚇，3、2、1 ，Yeah！ 我中間嘅咧，中間 OK 咧就望望右手邊，可以吧？唔該曬大家。稍事休息，非常感激你嘅出席。我哋今日活動咧，亦都係差唔多嚟到尾聲。